下。还好我们有把和服体验感，不然今天又要穿着和服在清水市，下雨，很早。现在要去哪？吃饭。现在去爸爸的公司吃饭。得到了东大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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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在芜湖站石楼拉面小路就有了，对呀，很大。我要去穿和服体验，所以要一早出门。你呢？你今天也要穿吗，小孩？也要。Thank you.
明年是奥运。